大家好，我是贵厨。今天呢，我要来就是介绍一本好书，就是我一个还蛮佩服、还蛮崇拜一位甜点老师，就是然后他呢，这位老师呢，他其实在中兴大学以及在台中、全台往北、中南都有开课。那他其实就是，我觉得他的甜点非常好，然后他。在两年前的时候有出一本书叫做翻转烘焙教室的这本甜点书，那我也曾经做了他这个书籍，也非常的棒，做出来蛋糕、饼干，甚至就是说雪球也受到很多人喜欢。然后就在今年他又出了一本叫做一锅烘焙玩到底的一本好书。那这位老师就是大家这位莉亚老师。对，那这本书呢，其实我觉得是现在，喜欢玩烘焙、喜欢玩蛋，就是玩饼干啊的朋友们，是还蛮适合入手的。好、那它其实里面其实还蛮多，有没有？这边就有很多像，可丽露啦，或者是千层的，或者是说像马莲娜这一款这一类的。甜点都收录在这本书，那这本书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哈。那包含就是说，就连那个蛋黄酥也都有在收录里面。那甚至就是说可丽露啦，还有一些像是烤布雷也都有。那我今天呢，也要利用老师这本好书来做一道就是做一道点心，叫做焦糖蓝姆。核桃蛋糕就这一道。好，那其实这本呢，这个我觉得看一看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蛋糕我还蛮喜欢的，对，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我就来试做看这本书是不是真的很好做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里面都有试做过，我觉得就是还蛮赞，还蛮实用，还蛮受惠的。不然就说过年过节啊，送个牛轧糖啊，还有南枣桂花蛋糕啊，或者是说白色恋人。这本书里面都有，所以说今天我们来大家一起来跟我一起做。那喜欢的朋友们，赶快到各大书局及通路去买这本好书，好吗？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来做喽。好，首先呢，它第一个步骤就是说，我们要加水。是加二砂糖啊，烧干至金黄色，所以说我这边呢就先开火了哈。对，这一本二砂糖有没有？对不对？对，开始开火。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要打发无盐奶油，我这里有准备一个发酵的无盐奶油哈。然后二砂糖及盐巴，你给它分次，我分次放下来好不好？然后我看一下抽油烟。记得熄火，慢慢的加入鲜奶油，慢慢的，
个交谈的，这样的话，好，再就是我们的那个，第二步骤是我们要把那个鲜奶油打发。在我们鲜奶素打发哈，记得哦，那个鲜奶那个奶油部分呢，一定要先软化哈。但我们先打散哦，至少八分钟加入。分次加入，想办法让它的打均匀哦，好吧。我现在只有打匀了哦，好，这种焦糖液要下来，然后一滴面粉，然后过筛，然后这个核桃碎，然后核桃碎如果太大的话，就把它剥开来哈。然后书中是说八分之一啦，哦，但是我就就地取材加力油，然后有这个完整的核桃。然后老师说这个。莉亚老师啊，他是说这个蛋糕也他非常喜欢的。那如果喜欢这本书的朋友们啊，记得赶快去买哦。那老师在5月9号呢，会在台中会一场签书会，那欢迎大家有空的人就把它过去哦。然后记得把饭。那老师的课呢，全台的课呢也会在他的粉丝专页，也就是公开哈，那大家也可以搜寻一下莉亚的幸福厨房。那待会呢，我也会把老师的那个脸书粉丝专页呢，在我们的说明栏下方哈，好。
其实算是那种非常湿润的那一种拌蛋糕呢，我觉得它有点像拌蛋糕的一个做法。然后因为老师不是上面呢，老师是用那个方形的蛋糕模，但是我家并没有方形蛋糕模，所以我们就用这个。找一些比较好看的一个蛋糕模来用就好，不一定，就是不一定要那种。就把它拌匀之后就可以干。因为我要用汤匙会比较好操作。它应该不太会蓬耶，因为它并没有加一些泡打的东西，就是像是那个泡打粉啊、小苏打，老师的配方里面并都没有加这些东西，所以你说它会不会？好，这样子。等等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放入烤箱，烤箱呢180度哦，烤20分钟，记得要事先预热哦。好，我们就先这样子放入烤箱咯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取出来之后呢我们要给它来看看它有没有熟，所以我们用叉子懂快买呀，哦有熟，好，这时候我们来朗姆酒，朗姆酒趁热刷上去，一定要趁热刷哈、哦。越厚越好哈、哦。把它这个50克的这个朗姆酒，真的很湿润，好，那再我们这里有调一个朗姆酒加糖粉的一个糖霜哈，那我们给它淋上去。
这一道就是我今天所做的焦糖蓝姆核桃蛋糕，那其实是非常好吃，而且真的是非常湿润哦。你看这组织，好、哦，啊，真的就是很赞。那我刚刚去试剥了一个，来看这个组织，有没有？其实它其实就是非常的湿润，然后来，对，很湿润，然后试试，它其实没有像拌蛋糕这么厚重，可是它是厚重之余，就是还蛮湿润的，然后它又加了朗姆酒。朗姆酒那种酒香味哈，然后我再加一点这个糖霜，酒味十足，非常厚重的酒。那如果大家喜欢做的话，你们可以去买这本书来自己做，非常简单，做法很简单，而且材料也很方便得取哈。好，吃到这边。真的非常好吃。那喜欢我今天的影片吗？喜欢记得帮我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。我是桂树，我们会不定时上传新影片。那桂树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